有时候，有时候痛得要命的话，真的很不想活下去。有时候真的是很想活下去。矛盾啊，就像矛盾这样啊。因为有时候很想活下去的时候，看到说，哎呀，可以跟亲人一起出去外面玩啊，去旅行啊，这样，很想活下去。需要一定是很多的，第一当然是药哦，因为每次都痛，都需要药。接下来就是钱哦， okay. 要钱买药。啊，对啊，每次使用他来照顾我咯。如果有一天还没来照顾我，就觉得怪怪哦。他每次都来照顾我的，自从我得病之后啦，他就我住院开始就照顾我，因为在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而已，每次我要喊大声喊他，他才会出来帮忙我什么。七月多才住进雅思斯慈怀病院，帮忙啊，算是蛮多的啦。因为护士们都很亲切，很可爱啊。每次我们都是像是家里的人一样啦，如同家人一样，这样的相处。所以他们知道我的痛处在哪里，所以有时候他们会了解我的痛，所以也是会帮忙说要怎样。移动我，有时候我痛的时候，他们会鼓励我，也会安慰我这样。因为每次我痛到太厉害了，会整个人一直在哭，所以他们会安慰我。